简单说，没有烦恼，争，互相斗争，斗争就是因为烦恼引起的。没有这种智慧，所以烦恼就斗争；有了这种智慧，不争了。为什么不争了？没有贪嗔痴爱了。争啊，就是贪嗔痴爱。地藏菩萨一入这个无争自定，那这个所在的佛道，一切有情都有智慧了。有了智慧了，就没有争论了。说这个定力啊，就能使一些众生勇猛精进，勤修六度，再没有争议了，是心无散乱，成就智慧。随奏入世诸佛果道，要能引圣要，引圣荣耀定，有这个定力，令彼佛度一切有情，接受无量圣妙欢喜。什么欢喜？也是说享受的。这个定呢，叫荣耀定。那么这个佛果道，都能够众生都能得到殊胜的无量欢喜，就是圣耀荣耀定。随住入世诸佛果道，要入具足四路光定。由这个定力，令彼佛度一切有情得无奈自，能修种种清净事业，解脱自在。随路入世诸佛果道，要入善住圣金刚定。由此定力，令彼佛度一切有情皆得住根具足，无有缺陷的，无缺，常要远离其心寂静。难住定嘛，难住定就是寂静的意思，金刚难住，心里地定。能够超越修道一切障碍，能够体会到一切法体本空，就是脱离一些世间有违法，脱离一些事相。所谓金刚者，就空义了，金刚不动，空义了，是吧？心里头的所有罪恶的思想没有了，心无有罪恶思想，身口不着染污的气质，心远离，心里寂静，离开的烦恼就叫定，没有忧患悲伤就叫静，叫寂静。这是说到理上啊，说到理上，得这个定的时候，地藏菩萨入这个定，能令这一度众生都能得到清净。随着入世诸佛果道，要入正上观胜闯定。由此定力，令彼佛度一切有情皆身何厌自乐业过，成善护持十善业道，升偏要路。地藏王菩萨入这个观胜闯定，正上观胜点呢，以这个定力，令他所在的这个果道，众生都能有智慧，都能有觉悟，不照罪恶的事业的事情，显令护持十三业道，十三业道是升天的，不堕三途的，能够常持十愿十善业，
就是地藏菩萨入这个定的时候，他所在的教化国度众生都能常行十三业，十三业让增长，十那业就没有了，而升天得快乐，不堕三途。随着入是诸佛果道，要入记住慈悲生定，由此定力，令彼佛道一切有情皆悉发起慈心、悲心、无怨害心、正相利益、难乐之心。嗯，这个随文都能明白的了。嗯，随着入是诸佛果道，要入隐寂，住福德定，记住福德定，由这个定力令这个佛度一切有情远离斗争，极易激进。那这个国度没有斗争，没有激进，没有流行的感冒啊，一切灾业啊，风雨不及时啊，该下雨的不下，不该下雨它下大雨，成灾祸了。嗯，风灾水灾，嗯，一切啊，这些个那业上的接触都消灭了，没有了。嗯，这是地藏菩萨入这个即福德定而得到的。随着诸佛国道，入世诸佛国道，入世大寺，随入入世诸佛国道，要入海光殿定，由此定力令彼佛道一切的大地众宝合成，一切过患皆悉远离，种种宝树、依树、气树、住璎珞树、花树、果树、住阴药树、无量药具，周遍庄严。一要言之，慈善男子，慈善男子是指着地藏菩萨说的啊。以一日，说每一天。每晨早时，早晨起来，嗯，晨早时，我欲成熟住有情，若勤切河沙住定，勤切河就是恒河啊，原文叫勤切沙，怎么翻译的就是恒河。哦，地藏菩萨每天早晨入这二十三种定。刚才念的文有二十三种，嗯，那地藏菩萨入这个定的时候，入这些定的时候，嗯，福带眷属定，有恒河沙数那么多定，那一沙一粒就是福，就是地藏菩萨一个定，无量数了，恒河沙这算不过来的。就是地藏菩萨入了这么多定，加持一切所在的国度众生，从这个定起，从定起啊，遍阅十方诸佛国度，成熟一切有情所化的有情，随意其所应啊，应以合法得度者，应以合适得度者，就给他示现说，令他得到利益，得到难乐。持善男子，无量无数大劫，五浊恶世，无佛世界，成熟有情，与当来过于世数。这是佛说的啊，佛说地藏菩萨
他入入室住店，就是上来所有的入这些店，23等店，偏是十方诸佛国道，不是哪一个单独的哪一个国道，不是咱们娑婆世界一个国道，无量国道。成熟了，有情无数，随其所应，随有情众生应该以合法得到，他就利益他，难了他。持善男子，这是善财啊，指着地藏菩萨说的。持善男子说，地藏菩萨有无量无数大劫，专在五浊恶世时候出现，专在无佛世界出现，成熟众生过去入世，现在入世，未来呢还是入世，过于此寿。这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公子有事实啊，这都说的事实，说这个大事就是这个善男子啊，他经过无量无量劫，钻在这个五浊恶世度众生，那五浊恶世最苦了，没有佛来教化呀，五浊恶世最苦的时候他出现了。五浊呢，就是咱们经常见着说这个时候啊很混乱，浊就是不清净了，很混乱。见说看问题呀、啊，其实斗争，看法不一样嘛，就斗争了，烦恼特别重，烦恼特别重。众生，众生这种类呀、啊、非常复杂，众生浊，分得不清。众生浊这个里头包含着种族斗争，互相仇杀，是吧？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，还有一个命浊，命浊呢就寿命不一定，有长寿的，有短寿的，浊者不清。地藏菩萨专在这个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当中出现一事，而且在这个时候决定无佛，这个世界没有佛，那是地藏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。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未来还是这样。数字非常多。没说地藏菩萨住哪个佛洋化，没有，他好像都是单干的。文殊普贤、观音菩萨，我说谁是释迦摩，说毗卢遮那佛，我说观音呐、大势至菩萨，说那种地藏菩萨没有。他竟在无佛出世，他出世了。或者有的世界刀兵劫起，就是咱们现在吧，烂得很，每天都死多人，是刀兵啊，是炸弹啊，现在不是在伊拉克发明路边炸弹吗？伊拉克人用路边炸弹，每天都炸死好多人，专门害住有情。此善男子就是指地藏菩萨，见着这个事儿，见着这个刀兵劫起灾害的事儿，与陈昭时就是昭贤以住定力上来说，那23种定力啊，除刀兵劫，不要互相仇杀，要互相间慈耐慈悯。所有世界一并结起，
瘟疫传染，还是有情。不但人传染，禽疫呀，禽兽跟禽兽传染，禽兽传染到人，人吃禽兽嘛，是不是就传染到你了？那么地藏菩萨见到这个四爷与陈昭师，以助定力，就前头说那些个定，也定力，除疫病结，除瘟疫的病结，那另一些有情的都能得到安乐。回有世界，饥馑节气，没有吃的，那一些有情的生活非常困难，没有饮食，没有吃的，不困难。地藏菩萨见到这种情况，与陈昭师以他的定力，除饥馑节，刀兵啊、水火呀、饥馑，令一切有情皆得饱满，就是刀兵劫、瘟疫疾病劫、饥馑劫，这叫大三灾。大三灾出现了，那众生哪有个空闲的心情去修道啊、去信佛呀，都办不到了。就是三灾出现的时候，刀兵在劫呢，这时候人心呐、嗔恨心呐非常强，甚至是怀疑心，就经常想伤害别人，伤害别人，现在不但是利器，现在咱们看那手枪啊，是钢笔啊，那钢笔，钢笔会变成手枪啊，再发出来射进去，中到你身上，这滥杀用具了，杀人的用具了，刀兵劫的时候，即使现在很多的瘟疫传染，还找不到病的来源，说有禽兽传上的，就是非禽兽所传上的，刀兵之后一定有瘟疫，哪个地方刀兵劫之后一定有瘟疫，还有妖魔鬼怪吐出毒来，妖魔鬼怪是有的了，妖魔鬼是的，即有灾害即有饥馑，人的人多命重，这个人说的呢，咱没证实啊。七年七月七十七夜，要经过七年七月七日七夜来走。持善男子以助定力，左如是等。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利益，难了一柱有情。地藏菩萨用种种的方便善巧，令这一切有情得到难乐，消除灾害。此善男子具足成就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殊胜功德。殊胜功德呢，说地藏王菩萨他以他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来利益众生，从来没疲倦过，没懈怠过，就这样子来利益难乐一切有情。所以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等那么些个佛世界，佛世尊说，这诸佛说啊，我越成熟利益难乐诸有情，升起大悲心，发起大悲心。这个大悲心呢，非常坚固难坏，而且还勇猛精进，另发的无尽誓愿嘛，大愿地藏王嘛，
由大悲坚固，难坏勇猛精进，无尽的寺院增上势力，增上力生的力量。你一日一夜或者一时穷，能度无量无数百千巨子诺有多一切有情类，度这么多的众生，令这些众生呢都得到解脱。解脱什么呢？解脱种种的忧悲苦恼，同时令一切如法所求必愿满足。如法所求，依着佛的教授的方法去求，发愿，起意发愿，地藏菩萨都能加持让你满足。随所在处，要住有情，种种需求、忧苦、敌切，有能自信成名，念诵、归敬、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者，一切皆得如法所求，离诸忧苦，随其所应，难至升天涅槃之道。说就是念地藏菩萨名号，地藏菩萨吗？能够难至你升天涅槃。你要能够至心成名，念诵归敬，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，说你所求的都能满足，离入忧悲苦恼，你求什么就应什么，难着你升天，人天的快乐，这涅槃出世的究竟，离苦得乐呀，离苦得乐，只是成名，那成名啊。随所在处，要住有情，即可所得。有能自信成名，念诵、归敬、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者，一切皆得如法所求，饮食种种。不会受饥饿的，随其所应，难知升天涅槃之道。这出接引啊，随所在处，要有众生，缺乏种种衣服、宝石，没有庄严具、珠宝之类的，没有医药，反正种种支撑的支具吧，活着所需要的。要能够自心成名，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，一切皆得如法所求得，都能得到，无不备足，随心所应，难知升天涅槃之道。随所在处，要住有情，耐乐别离怨憎会合苦，耐乐别离怨憎会合，怨憎和会，这个假也说一说，怨憎会非常苦。说你呀、啊，不喜欢的，想离离不开的时候，那一天怨憎会，烦恼非常重。我所耐的亲友或者父母一种力量，非逼着离开不可，那也是苦。耐的想会会不到，冤的想离离不开，但是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？念地藏菩萨就能满你的意了。一切皆得耐乐活会怨憎别离，随其所应，所以你应该得，难着你升天涅槃之道。
离苦难，这里含着八苦了，八苦了，是吧？只要自心成名，面地藏菩萨，那那边离苦没有了，愿证会苦没有了。这是佛说地藏菩萨的历历功德，这是光说成名啊，成名的是有自心。在下文呢，文中就要讲了，有两种自心，得有自心，成地藏名号。地藏经也入世经，转刹经也入世说，大地十轮经也入世说，成名的功德，广念地藏菩萨的名功德的功德，就有这么大的利益，这么大利益啊！这地藏菩萨还没说话呢，是佛赞叹地藏菩萨，大乘大地十轮经，地藏王菩萨说。后一问，请问，现在还没说，为什么佛说地藏菩萨这么多功德呢？有个目的的，就是要么信，要么信，你信了才能有效果，你不信效果产生不了啊。我看见很多经所赞叹这些大菩萨，没有大乘大济十轮赞叹地藏菩萨多呀。咱从开讲以来到现在，都是佛赞叹地藏菩萨，目的达到什么呢？说在末法的时候，如果你能信仰得救，说地藏菩萨救世主，不但对人类，我念着这地藏菩萨圣号，你种花草树木都茂盛得很。特别农民种地的时候，打粮食啊，要比别人一亩地起码多打几百斤。农民弟子跟我说，他念地藏菩萨圣号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地藏经上啊，地藏菩萨有个最好的护法，监牢地神。什么到处都是土地公公，都是监牢地神的眷属。只要大地，一切都处于大地，监牢地神，监牢地神专护是地藏菩萨。地藏经这样说，文殊普贤。观音弥勒，他的功德都没地藏菩萨大。这个后文呢，佛说地藏菩萨跟这些大菩萨较量，的功德，等下文再讲吧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
邮政话拨户名